啊，我来修车来。下班的姐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老板发微信了，他是不是还没告你呢？你看，这是他吗？嗯，行，你进来吧。我直接往里开了。行行，门你关。火没熄呀、啊？哪出问题了？刮了，你看这块儿。刮了。车牌号都在反映着呢。你这怎么能刮着前面呢？说来话长。行，你想咋修啊？那这车衣是不是得换呢？你看这块儿漆有问题了吧？这块儿你这漏底漆了、嗯，这刮变形了，穿车衣。今儿能修吗？嗯，今天够呛姐。那得多长时间能修好？嗯，两三天吧。明天能修吗？明天能，今天就我自己了。这车牌号我跟你们老板说了，他说给我弄个新的。嗯，车牌号比较着急。行，到时候你跟老板说一声呗，我这整不了姐。那我今天白来了。那是。他都下班了，我走的晚。哎，我这刮车了，我有点不敢上道。你会开车不？会啊。那你给我送回去呗。我那边有点事儿。我跟你老板可好了。啊。你送我回去，我跟你老板面前夸夸你。嗯。你这样，你今儿送我回去以后，我车有问题都找你修。真的。真的，行不？行，那你说话算数。必须的，哎呦我说话老算数了。行，走吧。行行行。哎呀，这个你住哪儿？我告诉你咋走，半个点就到了。